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莹莹，欢迎收看莹莹先生家的健康课堂。今天的主题是健康养生。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，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问题。其实养生很简单，多吃这些食物就可以。一、鸡蛋，每天一个鸡蛋，营养又健康，不仅可以满足人体每天所需的必要元素，蛋白质的含量也很高，还可以消肿和修复身体。多吃鸡蛋，养生又健康，可以说鸡蛋的价值和用处是非常多的。二、鸡肉，鸡肉的脂肪含量很低，营养价值却很高。多喝鸡汤不仅可以美容养颜，还可以滋补身体，而且鸡肉的消化和吸收效果也很好，不需要担心消化不良的问题。对于生病的人来说，更是要多喝鸡汤来休养身体。三、南瓜，南瓜在蔬菜中营养价值很高，不仅可以美容养颜，对于男人来说还可以滋补身体，还可以有助于排便和降压，可以说是一个很养生的蔬菜，多吃南瓜对身体大有裨益。那今天的课堂就到这里，获取更多健康知识，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尹先生家”，为大家一一解答。我们下期再见。